来吧。好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公司上班了，早上7点才上班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刚天降问号，我也天降问号啊，很干要过、啊、OK。哎，不要走呢，我们还没跳哎。好，可以。就是要他骂才可以过的队伍的，真的好，我讲都讲不听。哇，直接把它弄满比较快啊！不用在那边干人家屠龙科了，容易洗干。反正库拉 CD 超短的，六回合就回来了。记得哦，狼藉从头到尾，你就是把它拿来打酱油就好。爆肝打了。王一王二就有那种天降的、啊，反正我要有爆发你就给我天降啊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双重减伤，因为我下一回要爆发了，所以现在水珠暗珠光珠吧，光暗珠尽量赶快消就赶快消。哎！我觉得他根本是故意的吧。
一样开龙克好了。这次有被我开到了，蝶珠，这样你们看得出来啊？我想说是，我想说你们看不出来、欸。我思考一下。下一关解绑吧，这一关先冰起来。但伤害不够哎。舒服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这伤害灌不过去，我就要开，不然会死在这边。送送，舒服舒服，超舒服的。完蛋，这个一定要叠珠，不然就死了。想一下啊、哦，好，不要再笑了，干，再笑我就翻脸了，他妈的，哎，冰耳可以开耶，
等一下看他表现啊。给我一个漂亮的图形啊，兄弟！哎，这个图形可以，这个图形我可以，来。一波七吧，各位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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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来吧，一波七刷过去啊！危险的一局又来了！干你老师，他妈别！来吧。可以刷一波气了，就是这个光了，各位观众。各位观众。各位观众。我想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在，在，在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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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， 领了高连冰河，我靠，怕赢了。哦，谁呀？你们乱刷码的、啊，没有看到那个蒋瑞云他在刷七了，阿里嘎多啊，天天有没有？欧洲人那个刷码的要加油，可以了，这波操作行，我觉得这波操作行，而且重点是我的卡牌，你们看一下我的卡牌，我的卡牌都是很合乎常理的哦，懂吗？没有中间都没有可以拿来当队长了 ，OK 了哦。